收看本周的桃竹新闻，带你一同来关心这礼拜在桃园与新竹的地方大小事。桃园市政府耗资数亿元打造，去年11月才风光启用的平镇区1895乙未堡台纪念公园被民众投诉，地下停车场排水不良，公园草皮又有红火蚁入侵，议员批评工程品质掉漆。接连数日大雨不断，议员接获民众投诉，位在平镇区1895乙未堡台纪念公园地下停车场排水不良，雨水不断从停车场出入口坡道顺流而下，一度还淹到小腿高度。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公共工程品质还得过金质奖，实在相当讽刺，而且掉漆有够垃圾。请问平镇乙未堡台纪念公园要不要改成红火蚁公园？要不要改成积水公园、淹水公园？黄金平表示，公园以及地下停车场花了纳税人4到5亿元新建，才启用半年，还曾获得公共工程品质金质奖的肯定。结果公园有红火蚁入侵，地下停车场又淹水，批评工程品质掉漆，要求市府应该要追究工程施工厂商的履约保固期责任。当天晚上我们接获讯息的时候，已经马上派我们相关的厂商去现场，整个做那个清理的跟疏通的整个的工作，也清出了整个大量的一个淤沙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所有的设施设备全部都是正常的。公务局则是回应，经过了解，淹水点位在车道出入口，水原本应该沿载水沟流到阴井，但连日的大雨造成管线泥沙堆积淹水，清理以后已经排除，后续会请厂商在汛期巡检，做好日常维护和清洁工作。另外针对红火蚁出没，已经擦拭警示旗，等雨势停缓会协调厂商投药，预估防治一个月后就可以开放草皮让民众使用。记者董宇飞平镇采访报道。市议员谢美英在总质询中表示，常常接获民众抱怨说，每逢大雨在青埔开车宛如像开水上碰碰车，而最近大雨又不断，各地的淹水积水成年问题又起，谢美英希望相关的单位一定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让用路人有个安全驾驶的道路环境。议事堂上，市议员谢美英针对中立地区老旧低洼区域积淹水提出建议。谢美英说，由于这些老旧低洼的地区无法立即有效改善，希望市府要拿出足够的预算来解决。他也以最近常接获投诉的青埔地区为例，希望相关单位可以重视。本席要强调的是，青埔很多新兴人口道路积水严重的影响了行车的安全，既然问题存在多年，请问为什么无法改善？什么时候可以改善？那如何解决积水的问题？因为路面它坡度其实的确是坡度不足，那108年刚铺过，那所以现在这一次因为现在已经大概3年了嘛，哈，2年多3年，那我请阳光处了解一下，那下次要做处理的过程里面，在整个路面的部分怎么做处理？那当然还有侧沟，怎么样顺利排到侧沟？那我会请阳光处来一并来做，断面上的一个考量。对这个断面坡度调整的时候是可以改善积淹水的问题。阳光处应该是试试看来做做看，因为目前看刚才看到的状况，它是在那个快速车道上面就有点积水嘛，好，那所以可能泄水排不出去，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那我请阳光处来做一个了解和处理。中立区青埔是桃园市的新兴区，近年来这个区域的建设道路都是使用比较新颖讲究的工法，但是领航北路却被民众戏称为领航水路。对此郑文灿表示，会请水务局和公务局来调整。那有的时候是排水设计不足，有时候高层设计错误，或者是因为雨太大，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退水，若退得快哈，也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如果急降雨，若一个小时超过那个数字哦，那就是要研究退水。那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是排水的断面不足，或者道路的高层设计需要调整，就请我们水务局跟公务局来调整。谢美英表示，青埔有很多新兴人口，道路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阳公处以短期清淤、长期改善路面坡度为方向。但他认为，领航北路紧邻青埔棒球场，是交通要道，应该要迅速解决改善水患才是最重要的。记者董宇飞议会采访报道。
国民党确定提名张善政参选桃园市长，而之前出马角逐国民党市长提名的立委吕玉林，为了感谢桃园区里长全力的支持相挺，特地出席桃园区里长联谊会表达谢意。旅长们也替吕玉林加油打气，吕玉林则是表示会继续为桃园来打拼。为了表达对支持者的谢意，立法委员吕玉林启动感恩之旅，第二站来到桃园区，与桃园区里长联谊会总会长吴宏泰以及近60位里长一同参叙。在场的里长们也给予吕玉林加油打气。今天呢，因为吕玉林立委特别过来我们桃园区，我们桃园区有79里过来，就是感恩大家当时力挺他要参选桃园市市长，所以特别我今天特别举办这个参会，也感谢我们这个里长的辛苦，也需要我们继续给他支持，也需要他继续加油往前走，不要为了这一次这样就气馁了。我相信我们的委员也是很气度很大的，不会为了这次而就这次的突然间这种事情发生而放弃他自己的一些理想，放弃了他一些理念，继续为民服务。我希望下一次更有更好的前程让他等着。跟他聊天过来的话，就感觉到蛮亲切的，蛮不错的，所以他也有说他要当出来选市长这块要怎么去服务那个里民，我们听的也是算不错，这样，所以我们对他蛮有信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开始听到国民党这个问题这个事情的话，我第一个反应就打电话跟他讲说，我真的有一点很大的失望，这样。会场上，吕玉林先向各位里长致歉，表示因为党中央的突然决定，让过去准备参选的这段美好旅程中断。吕玉林也强调，未来各里长有需要，一定会全力辅选，为乡亲留住好人才，一起为桃园服务打拼。另外，对于国民党提名张善政市长候选人，吕玉林也给予建议，希望张善政要勤走基层，听取地方建议。张院长现在要勤走基层，尤其是对所有的支持者要来说清楚，尤其也要获得我们所有桃园乡亲的认同，要拿出诚意啊，勤走地方基层，要拜访所有的重要的地方人士，做好沟通跟协调，更加的要了解我们桃园所需要的这些建设跟服务，让桃园人来认同张院长，然后我们一起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中央会做好所有的安排来协助张院长的。吕玉林也说，虽然没有获得提名，但他与大家打拼的心依然强烈，只要是需要他的地方，他一定会全力支持，一起努力为桃园打拼。记者董宇飞桃园采访报道。疫情笼罩之下，感激第一线医护辛劳，新竹龙湖餐厅及祥玉国际同济会等等的民间团体，特别在端午节前夕，带着600颗热腾腾的肉粽，来到了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要用实际的行动来为台湾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新冠疫情在国内急速升温，让守护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倍感辛苦。适逢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新竹龙湖餐厅以及祥玉国际同济会等团体就特别在5月23号上午，联合捐赠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的医护团队600颗肉粽，要用实际行动为台湾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最近就是说，疫情非常非常的严谨那这些医护人员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我们想说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些社团通常都有在做一些社福之类的工作，那就想说是不是我们也来表达一下我们的心力，来给这些医护人员加油打气，让他能够继续的来照顾我们台湾所有的人民，让这个疫情能赶快过去，那我们的经济也好各行各业能够恢复正常的运作作息，跟创造我们台湾的经济，所以我们决定要来送
这些医务人员的冷肉粽。热腾腾的肉粽散发香气，在中午时段更是引起人的食欲。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每天艰辛各守职责，战战兢兢与病毒对抗。一颗暖心的肉粽不仅传递佳节氛围，也能够让他们迅速填饱肚子，补充体力。感谢这个新竹县的各位团体来捐赠给我们那个医疗人员肉粽，因为端午节 快到了，那目前的疫情也很严峻，那其实大家不用害怕，其实99%以上都是轻症，只是大家要注意要把口罩戴好，那避免脱掉你的口罩，还要勤洗手，那尽量在这个时候这一两个礼拜先不要去聚餐，那我想很多都是因为吃饭所得到的，那我在这里提前祝福大家这个端午节快乐。其实在目前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刻，其实护理人员在临床照护上面其实都是非常忙碌的，那今天那个送给同仁这个刚好要端午节送给这个粽子给他们，其实也让他们也能够很快速的解决一个中餐的问题。那要不然其实同仁甚至有时候订了便当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使用，真的会非常谢谢。发起包粽艇医护活动的龙湖餐厅，在这一波疫情中也是重灾户，几乎所有婚宴宴客订桌都被退光了。老板苏永胜为了维持餐厅大小员工的生计，一个月前开始带领员工们包起了肉粽，虽然利润相当的微薄，但苏永胜认为医护人员受疫情冲击更大，只有医护人员撑住，民众才有机会战胜新冠病毒疫情。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新竹市社区筛检站转型为三合一的社区医疗站，提供快筛阳民众判读、看诊、给药一条龙的服务。民众带着快筛阳试剂、健保卡前往看诊，采零接触的问诊，经过医生判定确诊之后，依症状评估给药。服务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上午9到12点。新竹市长林智坚视察新竹社区筛检站转型为社区医疗站的看诊动线，这项措施将减轻医院看诊压力，现场也开设了三个看诊窗口，提供判读、看诊、给药一站式的服务。我们这里转型成社区医疗站之后呢，民众只要在家里快筛阳，带着健保卡，带着你的快筛试剂来到这里哦，那有一站式的服务，有医师会为你这个诊断。诊断之后就会开药给民众哦，降低民众这个身体不适哦，那还要再到大型医院，那可能到了大型医院也会造成这一个医院的负担哦，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将轻症还有中重症能够分流哦。民众带着快筛阳试剂以及健保卡到社区医疗站，透过零接触的问诊方式，经过医师的判定确诊后，将依照症状评估给药。之前我们都是做所谓的 PCR 的检测，然后来提供让病人就可以确诊。那今天开始以后，所有人不论什么身份，因为以前只有五大身份的人可以做这个动作，就是快筛阳，然后经过医师的确认，然后确诊。那今天是所有人的身份通通可以进行，只要你带着健保卡。还有你的快筛阳的试剂，然后来到这个现场，那我们就会帮你确认这个是你的阳性两条线没问题，而是你本人，所以我们就帮你做确认确诊，然后就会给你上传到卫生署，到这个健保署，到这个机关署，那你就得到这个确诊的身份，以后这个给付也都没有问题。那之后也同时在那边可以做看诊的动作，也就是说实体你有什么不舒服，我们就来开一般的正常药给你。或是你符合特别的身份，我们就会开所谓的特效药，马上就在这边就领取了。新竹市卫生局也呼吁民众，除了社区医疗站，新竹市还有52家的医疗院所提供快筛阳的阳性门诊，建议民众多利用视讯的方式完成判读、看诊、开药，再请家人或是亲友协助领药。看诊前请事先预约看诊的时段。记者关世莲新竹采访报道。新竹县推动3年2亿元的特色公园计划，择定了竹北、琼林等22处的既有公园来进行改造及规划设计。
在5月23号正式动工的竹北四座公园，将以小竹绘本主题串联，每个公园游戏场都各自具有竹县在地特色的童趣造型设施，让各年龄层的民众到公园都能够像翻阅不同的故事绘本一样，从中得到不同的感官体验。新竹县三年投入2亿元打造22座特色公园计划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计划第二波的竹北儿22、儿24、公25以及公儿26公园将以绘本为主题串联四座公园，开工典礼也在5月23号上午盛大举行，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领多位贵宾共同祈福，希望工程能够如期如职顺利完工。今天是我们竹北市R22、R24、R25 以及公儿26的这个四座公园的一个动土典礼，我们最主要是以小竹绘本的概念来规划，有这些大王花、小猴子，这些五色鸟等等的这些概念来新建这个公园。那我想，我们共融式的公园就是要容纳各种不同的年龄群的朋友来这边来玩。那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些身障者，或者是坐轮椅者，也要让他能够在这里面可以融入一起来玩这样的一个公园，我们叫共融式的公园。这次的四座公园总面积约19000平方公尺，改造面积为2860平方公尺，分别构思大王花、小瓜牛之家、小猴森林以及五色鸟乐园等等主题，设置秋千、攀爬绳、爬网等游戏组，要提供民众具有邻里型、多元型以及挑战型的游戏设施。那儿二十二呢，是以大王花为主题，那这个最主要是以景观、植栽跟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摆荡设施，那另外一个儿二十四的部分呢，是小窝之家，那小窝之家为主题，那这个部分也是以沙坑，还有所谓的摆荡设施、体健设施的一些设施为主。那接下来面积比较大的呢，就是今天在我们动土典礼的这个场所的部分，分别是公二十五的部分，公二十五的部分呢是主题是以所谓的小猴森林，那公儿26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动土典礼这个场所是以五色鸟的为主。那这两个地区呢的主题，最因为是接近这个兴隆国小跟成功国中，那这个部分我们最主要是以攀爬为主，是有具有一些比较有具有挑战性的攀爬的设施为主。竹县22座特色公园第一波7座公园施工中，预计在今年6月就可以陆续完工启用，而第二波12座公园则预计在今年底到明年初完工，最后一波的3座公园则会配合地下停车场工程一并规划，办理细部设计的相关事宜。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艺术家吴刚毅的作品很特别，他的绘画风格叫做新立体解构主义，把眼前的事物进行解构，然后再建构起来，因此作品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个几何图形的色块，放大来看模模糊糊，可以看出被吴刚毅所解构的事物就好像抽象画派的作品一样有趣。吴刚毅最近在竹北展出他15幅的作品，也希望跟民众分享他的艺术创作。艺术家吴刚毅的绘画作品很特别，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块状的几何图形色块，但放大来看却又看出一些模模糊糊的身影。吴刚毅的绘画主题叫做新立体解构主义，他把眼前的作品解构再建构，创造出高度视觉自由的作品，每个观众看了都会有不同的体悟跟见解。我的这个画作叫做新立体解构主义，那我的解构就是把我看到的物像把它解构成几何形，然后观众在欣赏我的画作的时候可以自由去建构他自己的视觉印象。好比说这幅挂在门口的作品的名称叫做牵手，出自诗经里面的经典词句。吴刚毅解释，这是一对夫妻相互依偎，同时遥望远方，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得出来。这幅作品名称叫牵手，是画诗经里面这个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这个意境，所以这边有两个我设定的是夫妻，
两个夫妻依偎在一起看着远方，在远方有我把它解构的这个风景，然后两个可以白头到老。作品看起来很抽象，但其实也有具体的绘画部分。吴刚毅利用这种虚虚实实、抽象与具象的对立方式，让绘画作品表现出一种既前卫又传统的艺术氛围。我最欣赏的一个艺术家是齐白石。齐白石曾经提过，作画要画在是与不是之间，所以我的作品就是希望能够画在既具象又抽象，在具象与抽象之间。那每一年我对于创作的主题会有改变，所以这边的作品横跨了十年，有包括诗经的主题，有包括城市漫游的主题，有包括时空漫游的主题，也有丝路文明的主题。吴刚毅把他的作品归纳总结为八个字：明暗、冷暖、阴阳、虚实，每个词汇都是对立的，既东方又西方。吴刚毅的作品充满了个人风格。最近他在竹北一家艺术画廊展出他高达15幅的作品，也希望跟民众分享，一起探索有趣的艺术世界。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桃园市文化局为了扶植在地团队，推动杰出演艺团队甄选及奖励计划，透过甄选以及评选的方式，选出了桃园13组在地优秀的团队，包含有管弦乐、国乐、舞蹈、现代戏剧等等。预计下半年度开始，就会陆续在桃园各地进行展演。获得入选的团队走上红地毯入场，他们这一次是透过评选后所入选的杰出演艺团队，文化局亲自颁发授证，给予团队肯定以及支持。每组团队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跟风格。这一场音乐会7月31日的，其实是特别为大众打造的电影音乐会。我们的主题就是有《星际大战》的主题选曲，然后还有脍炙人口的《女人香》，还有《新天堂乐园》和《神鬼奇航》，真善美，就是这一些算是比较耳熟能详经典名曲。我们希望呢，借由这些电影名曲拉众跟听众的距离。我们希望透过去了解更多桃园在地的故事，然后介绍更多桃园的美给各位观众。那我们希望都是采取一种比较黑色幽默的方式，比较喜剧的方式，因为这是一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个社会的方式。我们希望可以一直笑着去学习更多的事情，学习更多的经验，学习更多的挫折跟苦难。近年来，文化局积极的协助以及辅导在地优秀的演艺团队，同时推动杰出演艺团队甄选以及奖励计划，透过团练、展演、行政三项评鉴以及营运主题课程，提升桃园表演艺术以及能量，打造桃园表演艺术品牌。那我想他们要从300多个团队然后脱颖而出，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有些团队也是20-30年的资历啊，非常不容易的说可以撑到现在啊。在这种这2-3年来的疫情，真的是对他们的打击非常大啊。那我想文化局能做的就是持续给他们做这个精神的这个支持，然后当然资金的挹注，然后表演场地的媒合。文化局说明，杰出团队会在6月开始陆续在桃园各地进行展演活动，详细的购票资讯以及相关场次，也可以上文化局网页来查看。记者林瑞峰桃园采访报道。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新竹县今年度的龙眼蜜品质评鉴采现场评比、线上观看的方式来进行，总共评选出了5名特等奖、21名的头等奖。新竹县今年龙眼蜜评鉴会采取现场评鉴、线上观看的方式进行，这一次总共有31户蜂农报名参加，最后评鉴结果共有5位特等奖、21位头等奖获得肯定。初评跟复评，初评的话是用仪器检验，不可以验出有农药跟抗生素的残留。复评的话呢，我们邀请专家学者以蜂蜜的色泽、香气跟风味为评比，具有琥珀色、浓郁的香气、龙眼花香的蜂蜜就是我们最好的龙眼蜜。蜂蜜的产量因为天气的关系，产量稍微减少了大约30%。我说喜欢蜂蜜的朋友不要错过。蜂农参加评鉴获奖，新竹县农会也协助蜂农行销打开知名度。今年除了获奖的蜂农之外，也特别为没有参加评鉴的蜂农设计包装，让民众以实际的行动支持蜂农。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比赛评鉴的蜂蜜的这个包装，只要认明这一个就是我们评鉴的蜜。另外我今年也为了其他的蜜来做一个没有比赛过的，我们来做一个开发新的包装，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个，是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除了推广蜂蜜之外，农会也尝试开发蜂蜜的相关饮品，这一支蜂蜜柠檬气泡饮也将在今年夏天上市。我们开发这一款的蜂蜜柠檬气泡饮，有我们淡淡的龙眼蜜的香气，又有柠檬的酸味，酸酸甜甜，真的像恋爱干的感觉。蜂蜜评鉴着重在色泽、香气以及风味等三项，评选出具有琥珀色、香气浓郁以及独特龙眼蜜风味等蜂蜜，借由附加产品的开发也提升蜂蜜的销售还有品牌知名度。记者王思莲新竹采访报道。为了协助非营利单位能够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桃园 NPO 成立以来积极投入协助参与课程培训以及相关辅导，透过辅导的机制有效帮助单位能够持续推动服务核心，为地方尽一份心力。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非营利组织的能量，推广公民意识，从105年成立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并在106年结合了志愿服务推广业务，透过中心连接各领域的 NPO， 凝聚民间社会力，塑造更成熟的公民社会。开办课程，那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计划书的撰写课程，或者是一些会计财务方面的课程。那因为成立一个团体，其实有各种的后备资源需要去辅导跟协助啦，所以其实我们课程蛮多，那也希望各位 NPO 伙伴能够多多来认识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介绍资源给大家使用。开办创新课程培力工作坊，强化 NPO 自主经营的管理能力，举办专题讲座论坛，也增进了 NPO 公民参与度，开阔 NPO 的视野。在疫情的状况之下，我们也是希望说各位 NPO 伙伴能够坚持下去，用各种的方法，例如线上的课程或线上的活动，让桃园市民能够继续认识大家。那当然也期待今年的疫情能够尽快的过去，我们更多的机会能够跟民众相见。后续 NPO 也会建置资源整合平台，提供获取资源讯息管道，培育组织内部人才知识来帮助社会。记者林瑞峰总立场报道。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